声逍遥，江湖险恶像一座岛，我给你快乐解药，你为我热情燃烧。江湖是人人是鸟，谁不想越飞越高，你为我踏浪而反正我们都是到京城，不如我们公平起见，都走路吧。对对对，德公公，这德公公说的对呀、啊。那咱们就走三步，退两步，走三步，退四步。哎呀，你瞅你都走顺拐了都。嬷嬷，嬷嬷，那我就搀扶着你一起慢慢的走吧。啊，这也好，这也好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走。没想到王妃娘娘这么厉害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嬷嬷，我呀曾经练过武功。轻功也不差，再说了，嬷嬷也不是很重，我带着你啊也不吃力。嬷嬷，咱们走吧。走了，这下反而弄巧成拙了，这样岂不是更快到达京城吗？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得跟下去。朱姐姐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嗯，可是你身体还没好，为什么要走啊？大人公务繁忙，我在这儿也是打扰他，而且我又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和误会，我还是找间客栈住下来吧。朱姐姐，我跟你一见如故，我不想让你走。那你就跟我一起去住客栈。嗯，这样也是个好办法。可是啊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你要是走的话，是不是得跟大人说一声啊？不用了，大人都去县衙了，我想一会儿走的时候就跟府里的人说一声就好了。嗯，这样也行，我在城里有一间熟悉的客栈，我先送你去，等回来的时候我跟大人说。嗯，这也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站住！你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怎么现在又能下床又能东看西看的？我没看出来呀，你真会演戏！你说什么呢？好好说话能死啊！我为什么要好好说话？小姐，别这么说话。如霜姑娘是表少爷的客人，朱姑娘是如霜姑娘的朋友，你这么说话好像是在赶客人一样。怎么，现在是你当家做主吗？连你这个死丫头也敢管到我头上来了吗？你有什么气，尽管冲我来好了，你干嘛打他呀？我打我的丫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要打他。小姐，有你这么过分的人吗？就会欺负老实人，丫鬟不是人呐，干嘛要这么对他？
好啊！现在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。珠儿，你给我过来！你不要过去，你再过去的话，他还会再打你的。就算小姐要打珠儿，她也是珠儿的小姐。因为家里穷，珠儿从小就卖给小姐家当婢女，珠儿也没办法。什么叫没办法？有这么刁钻跋扈的主子吗？开个价吧，我把他赎回来。笑话，你帮他赎身？哼，我就是不卖，我就是要折磨他，我就是要虐待他，我就是要打他出气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心理变态啊！珠儿，你还不快过来？难道要我过去请你吗？他做错什么了？你这么打他？我高兴，我养的丫头，我照三餐打，我照三餐骂，碍得着你吗？表小姐，做人得讲道理的，我在那儿听得一清二楚。珠儿哪儿做错什么事？你不就是打他，让客人难堪吗？我让客人难堪？你没看到是他们让我难堪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也是要帮着那个珠玉跟我唱反调。秋官，你别忘了，你一直是我表哥的一个奴才。住嘴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没事的，大人，没事没事。是啊，大人，别把事情闹大。你就知道帮别人，你从来都不帮我。我是你表妹，我知道你就是想把事情闹大，把我赶出去。表小姐，别再说了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轮不到你这个奴才来管。表哥，你打我！我当然要打你，因为你居然敢这么说我的朋友秋官。这一巴掌是要告诉你，你一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。我不懂，我当然不懂了，就那个女人懂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扯他！我就是要扯他，大人。你为官清廉，为人正直，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无理取闹的表妹？她真是把你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怎么样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哼，事情都是因为我。我现在就走。啊，朱姐姐。你别走，看他能怎么样。好，今天你不走就是我走。小姐，你别走啊。表少爷，你快劝劝小姐吧。你看他就是这样对我的。他就想管那个狐狸精，他就是不管我。陈局，你要是再敢胡说的话，我就打了你满地找牙。好，鹏鹏，连你的随从都这么说我。我不想活了。小姐，表少爷，你快叫小姐回来呀。大人，我看你还是赶紧把她追回来吧。不必了，腿在她自己的身上，她要走的话我也不想留她。小姐，小姐。大人呢，不能让她这么离开的。人家孤身来找你投靠你，你不能把事情搞成这个局面呢，去找他吧。邱大哥，啊，我本来也是向着表小姐说话的，可是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她说话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就她对你，还有对大家的那个态度，还有这样对大人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。没事的，大人，让我来，我去把她给找回来啊。哎，秋官，大人，为了我，这是何必呢？朱姑娘，这不光是为了你。是啊，我说大人正直吧，是他那表妹太过分了，你都要走了，他还出来骂你。别这么说。啊，朱姑娘，你拿着包袱，莫非你要走了？大人，为了我让你和你的表妹起了这么大的冲突，朱玉真的深感不安。我还是住到客栈里，等姑姑回来再说吧。朱姑娘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我那表妹骄横无礼，
我是能够忍受他对我这样，但是我绝不能够忍受他这样对我的朋友。朱姑娘，你还是留下来吧。朋友？你当我是朋友？呀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大人留你住下来了，你就住下来呗。我是啊，朱姑娘，我家大人平时忙于公务，也没什么朋友，难得和你聊得来，不如你就留下多住几天吧，好不好？朱姑娘，好不好啊？答应吧。哎呀，你就留下来吧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，你都急死我了。你看你看你看，大人听说你留下来多高兴。谢谢大人。啊，朱姑娘，既然你已经留下来了，以后就不要叫什么大人了，你叫我鹏鹏就好了。这怎么行呢？大人有职在身，我还是叫大人吧。谢谢大人。啊，那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好啦，既然你答应留下来了，现在你身体还没康复呢，我先扶你进去。大人，大人，人都已经走远了。朱小姐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是挺漂亮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大人，我看你好像很喜欢朱小姐的样子。不许胡说。大人，我哪有胡说，你平时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唯独这次对朱小姐这么关注。你再敢乱说，小心我打你。我错了我错了。没想到朱小姐跟表小姐南北差异，性格相差如此之大，怪不得我家大人会这么喜欢她呢。哼！哎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，至于吗？怎么了？我真的吓到你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死了！气谁啊？气我表哥。表哥，鹏鹏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说陈局，你到底是喜欢我呀，还是喜欢那个彭大人，还是喜欢那个纯配的？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？你糟蹋了我，你又不娶我。现在那个纯贝勒已经变成了个废物，你说你让我这辈子靠谁去嘛？哎，你也知道我尹亮是只采花蜂，只要有漂亮姑娘我都忍不住下手啊。你有病？我是有病，所以我才不娶你啊。可是我表哥现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那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那个女的给做了？尹亮，你要是真的有本事就去把他给做了，看看我的表哥还会不会喜欢他。好，那咱们先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，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反正时间还早，先去吃香的喝辣的，好好玩一玩啊。走。小姐怎么还跟那个淫贼有说有笑的？她还想让那个淫贼把朱姑娘给……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说，邱大侠，不用担心，他们说的我都听到了。邱大侠，你全都听见了？想不到大人公正廉明，竟有这样的表妹。邱大侠，你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诉表少爷，要不然表少爷知道，一定会把小姐赶走的。你家小姐已经配不上大人。珠儿知道，只是对一个女孩来说，她的终身又能依靠谁呢？
你家小姐这么对你，你还如此忠心，真是难得呀。不过就算你替她掩饰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珠儿知道，但是这火不是我珠儿或者邱大侠点燃的就行了。瞧你咬文嚼字，不就是希望我不要跟大人说吗？珠儿，读过书没？小姐自幼读书，她也从不吝啬教我，所以珠儿多少也读了些书，识了些字，再加上表少爷和小姐经常谈论诗词，所以珠儿多少也会一些。嗯，你这小姑娘也挺上进的。要是你家小姐不知道她的羞耻心到哪里去了。邱大侠，珠儿求求你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这事我不会跟大人说的。谢谢你，邱大侠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邱大侠帮珠儿解围，珠儿还没谢你呢。不用客气了，珠儿，以后就别叫我什么邱大侠了，把我当自己的哥哥，叫我邱大哥，行吗？行，我也没妹妹，就把你当自己的妹妹，行吗？嗯。我怕那尹亮对你家小姐不利，我去瞧瞧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邱大哥。正义感，他跟表少爷一样，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人。那些忍者跟福郡王有来往，说不定那个蒙面人也是王府里的人。没关系吧？倒是你，好像真的投靠傅君王了吧？我投靠谁是我的事，有必要跟你报告吗？哼，当然没必要向我报告了。我只是觉得，你是喜欢我大师兄的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的话，你肯定知道我大师兄跟傅君王两人是什么关系。你又投靠傅君王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一点都不矛盾。我有我的理由，你不需要知道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先告辞。站住！哎，不要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什么东西？你不是想找是谁杀害你大师兄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你大师兄根本就没有死。没死？啊！我明明看到他被大火浸烧，真的。因为当时你正好在跟你的小师妹打斗。是你救了他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种事有什么好开玩笑的？太好了，那他人呢？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。谢谢你救了他，他活着，我太高兴了。我去找他，告辞。王爷，蝴蝶姑娘，怎么这么晚了，还站在门外啊？蝴蝶行走江湖多年，不习惯早睡，所以出来走一走。哦，蝴蝶姑娘，本王让你来是对付欧阳德，如今的欧阳德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咱们的协议还有效吗？当然有效了，
王爷这么器重我，对蝴蝶这么好，所谓良禽择木而栖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本王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你要早点休息。是，谢王爷。君王爷这两天无缘无故频频出现在我面前，是不是他对我起疑了？我还是小心点为妙。我听大人说这事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大跳，还好咱们欧阳先生福大命大，没事儿，你也不用担心了。可是当时我要火化大师兄的时候，师妹跟我起了很大的冲突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。哦，杨大侠，白姑娘现在就在府上，要不然我现在去帮你把她叫过来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既然师妹在你们府上，我就放心了。只是现在不知道大师兄在哪里。像我，欧阳先生为了救天霸，他扮作了太监去驿馆找王妃去了，只是王妃已经上京，我估计欧阳先生也可能到京城去了。哦，为救天霸要扮公公，这是为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上京城一趟，看看情况如何。那如霜姑娘怎么办呢？要不……不用了，我还是先找到大师兄吧。我师妹就拜托你们照顾了。嗯，告辞。真没想到，那如霜姑娘为了欧阳先生误会了香雾，弄得差点自杀。嗯，香雾也是这样，都怪我不好。我当初啊就不应该答应来欧阳先生。大人，他们的事由他们自己去烦恼吧，到您自个儿的事儿你得想想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表小姐不适合你，忘了她吧，找个合适的对象。秋官，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呀？不必多说了，不必多说了。哎，大人，你看，连邱大哥都劝你早日换个对象，依我看呢。好了，彭鑫，那表小姐呢？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你还是去找找吧，不要出事了。好嘞。瞧你啊，你都摔那么多次了，怎么还那么不小心呢？我这次是很小心的，但还是摔倒了呀。翡翠，我怎么觉得这次摔倒感觉非常不好呢？能有什么不好啊？你看你都摔了那么多次了，你应该习惯了呀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这次摔倒有点怪怪的。怪怪的？嗯，怎么怪怪的？之前我去见皇上，说我要嫁人，然后呢，皇上紧锁眉头，是不理不睬的，所以我就怕他不答应。然后呢，我来见你，结果又摔了一跤。翡翠，这是不是说我的婚姻要完蛋了呀？当然不会了，玛瑙，这两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你不要多想了。来，起来，我们去喝茶。来，起来，给你倒茶喝。嗯，来喝茶。对了，你要呛死我呀！你干什么？玛瑙，你刚才说你要嫁人，你跟皇上说
你要嫁谁啊？黄天霸呀。什么？你想嫁的人是黄天霸？哎呀，翡翠，自从我第一眼看见黄天霸以后，我是朝也想，暮也想，我是饭前也想，是吃饱了也想，我是睡前也想，我是梦中也想，哎呀，我是无时无刻的不想啊，想他把我都想得快要满头白发了，如果再想下去，我就会变成白发哥哥了。哎，对了，翡翠，皇上说你也要嫁人啦，你也有喜欢的人啦，那你要嫁给谁啊？我，哎呦，你也嫁人，我也嫁人，那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举行一个空前绝后的婚礼。让我想想，我穿什么呢？对了，我让丫头给我缝制一套玛瑙非常漂亮的礼服。玛瑙。然后呢，我要举办一个很神圣、很豪华、玛瑙很空前绝后的玛瑙。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喊什么啊？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快说。这件事情就是关于我想嫁的那个人啊。你看我光顾想我刚才结婚的场面了，再说了，你也真不够意思，你自己都有想嫁的对象了，为什么还不告诉我，还那么神秘？快说，你要嫁的人是谁啊？嗯，其实我要嫁的人啊，让我猜猜看，是什么？王孙公子，还是皇亲国戚，还是……哎呀，这些都不是的。玛瑙，其实我想嫁的那个人就是皇……格格，不好了！格格，格格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天天哥哥，小莲，你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？你没看到我跟玛瑙哥哥在聊天吗？你想吓死我？我说小梅，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你没看到我跟翡翠正谈着心吗？这么慌慌张张跑进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格格，我们也不想闯进来啊，可是事情大了，不闯进来都不行呢。什么事情大？大事情啊！哎呀，不得了了，那王妃，那平南王妃进宫了呀！不会吧？哎呀，娘娘，皇上在那边。哎，娘娘。皇上在那边。嗯，皇上是在那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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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我往前面走，你拦着我；我往后边走，你又拦着我。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哎呦！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奴才虽然是，但我也还是个男人呢，怎么能撞我呢？哎呦，娘娘，我虽然是个女人，你可以撞我，但你也不能踩我嘛。娘娘，娘娘，皇上在御书房呢。皇上在寝宫。德公公，皇上在御书房。寝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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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御书房。我一进宫，你们一会儿啊，把我往那边带。一会儿要往那边带，一会儿去什么什么御膳房，一会儿又去什么茅房，这是恶心死我了。我说王妃娘娘，你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看我们俩都这么老了，老眼昏花，都没什么方向感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哎呦，嬷嬷，你可是皇上的奶娘，这皇宫啊就像你的家一样，你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着路的，带的什么路？哎呀，王妃娘娘，你这话说的真是的，我呀只在同一个地方给皇上喂奶，这其他的地方我都不太熟悉，这没有方向感也有错吗？哦，是这样的。那你呢？哎呀，奴才也是啊，总在一个地方伺候皇上。哎，这怎么多了一条河我都不知道呢？哎呀，德公公，您这眼神真是的，这明明是个湖嘛。湖跟河不都是水吗？水？那您跳下去游泳啊。它就是河。它就是湖。河。湖。河。湖。哎呀，
行了行了，什么河呀湖的，我就不相信了，这皇宫那么大就找不到一条河。都给我讲糊涂了，真是的，这宫里啊，太监啊，宫女一大堆，就找不着一个问路的，我今天非见皇上不可。娘娘，你慢点！娘娘，你慢点！娘娘，皇上在那边、啊！皇上在那边！皇上在那边！那边！哎呀！皇上在那边！娘娘！哎呀！娘娘！哎呀！皇上在那边！那边！那边呢？那边！又是头又是里，皇上肯定在附近。格格驾到！奴才给哥哥写的，起来吧。哥哥，娘娘说要见皇上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欧阳德公公啊。怎么变成德公公啊？哥哥，他要见皇上。我让你拦着，你怎么能？我拦不住他。二位格格来的正好，我正发愁不知道如何见皇上呢，请二位格格带路好吗？这带路就不用了，因为皇上他出宫玩去了。是，王妃啊，你来的真是太不凑巧了，皇上正好出宫去。去哪儿了？天坛，到底去哪儿了？香山。对，两位格格是说呀，天坛那儿有个香山。哎，对，香山上有个天坛。看来二位格格也不想让我见皇上是吧？不是，那怎么会呢，王妃？不可能的，王妃，你想多了。六姐啊，你看这水摆的，这么新鲜的水果啊！你是不是喜欢吃李子吗？你不是喜欢桃吗？对，我们在这儿吃点水果，喝点茶，怎么样啊？再喝点茶。对，我们一块儿吧。二位格格，请慢慢喝茶，我呀要去见皇上了。哎呀，王妃，你说你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呀。对呀。我们一块儿吃点水果吧。王妃，你也来吃一口吧。这水果你愿意吃哪个？吃桃啊，还是吃李子？你随便吃。我们坐下来，慢慢的等皇上嘛。就是啊，来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请客。谢谢皇上。哎，皇上，你看那边天气多好啊！对了，前面的桃花也开了，要不然我们去那边喝茶。对，那个，那边小花一把花也开了，让你看看吧。让开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后面有什么人？不，那边在修路啊！对的，皇上，你往回走吧。让朕回去。你们又在做什么呀？这个太后不是要祝寿，我们在跳团体舞呢。是，好吧。好了！平南王妃上桌时叩见皇上。平南王妃请客。谢皇上。哎，平南王妃，你怎么会跟格格们在一起呢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妾奉平南王之命，要将一块罕见的翠玉呈现给皇上。是。皇上，这个打开。果然是一块罕见的美玉。平南王妃，那你回去之后，好好的替朕谢谢了平南王。是，臣妾遵旨。平南王妃，为何哭泣？皇上，
臣妾求皇上，求皇上替臣妾做主，臣妾有冤呢。有冤？有什么冤？起来说话。是，皇上，这两位格格阻止臣妾见皇上，他们还找了一个嬷嬷和一个公公一同来阻止臣妾。嬷嬷跟公公在哪儿？这哪里有嬷嬷呀、啊、这哪里有公公啊？就是嗯，刚才还在这里的。嗯，有人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们还不让开。是，你看你看哪有啊？没有人呢。皇上，刚才明明都在这儿的。启禀皇上，臣妾好不容易见到皇上，就请皇上听臣妾好好的禀告。小妍子，奴才在。待嫁御书房。这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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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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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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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。啊？对不起啊，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可是你叫完了没有啊？什么？还我不叫？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犯的可是欺君之罪呀、啊？我们叫纯贝勒扮曾嬷嬷，叫那个欧阳德扮德公公。这下好了，他们是要被砍头的。是啊，可是玛瑙格格您别担心呢，我已经把德公公给弄走了。是啊，翡翠格格，我也把那个曾嬷嬷啊给带走了。哎、带走也不是办法。皇天霸呀，这下是完了。可是翡翠格格，皇上他们也没看见呀。现在皇上看没看见他们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待会儿王妃跟皇上那么一说、天霸就不保了。啊，天霸就完了？你快说天霸会怎么样，他会怎么样，你快说啊。小明不保了呗。哥哥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啊。喘不过气来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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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明不保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情！臣妾句句属实，不敢欺瞒皇上。求皇上念在平南王敬献宝物，也求皇上念在平南王对大清朝忠心耿耿的份上。我大哥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平白无故的死了，臣妾不忍，臣妾不舍。求皇上，求皇上替臣妾做主。求皇上替臣妾做主。好，平南王妃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的事情朕已经都知道了，不过朕也要问一下玛瑙格格，你就先下去休息。小石子在。带平南王妃下去休息，并把玛瑙格格传来见朕。这。谢皇上。王妃娘娘请随我来吧。朕是反了，朕就知道这件事情有问题。哼，玛瑙还告诉朕说黄天霸受冤屈被关在三河县县衙，原来全是玛瑙的一派胡言。那黄天霸既然杀了人，杀人者本该偿命，更何况他杀死了平南王妃的侄子，真是罪无可赦。启禀皇上，玛瑙格格到。皇上吉祥。皇上，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气呀？皇上如果要生气的话，那臣妹一会儿再来看你啊，一会儿再来。站住！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你知道臣妹一向胆是最小的，好大的胆子！再说了，我有心脏病，你可别吓我。好，小梅你说，那黄天霸被关在三河县的大牢里，是不是跟平南王妃这件事有关呢？这说。
皇上，奴婢。皇上，你就别再这样吓他了。你这样吓他，他肯定会说出来的。你别说这样吓他，你就是这样吓我，我也会说出来的。好，那么就由你说，起来回话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皇上，这件事可能是跟他有点关系，但是黄天霸他绝对不会杀人的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明察。如果人不是黄天霸所杀的，那为何平南王妃一定要咬住黄天霸不放呢？哎呀，皇上，谁知道那个平南王妃她发了哪门子神经啊？硬说是黄天霸杀了人，他说的话你就相信啊？不错，平南王妃她绝对不会对朕撒谎的。皇上，你这句话说的就更不对了啊！你相信一个外人，都不相信你妹妹说的话，那我还说黄天霸他没杀人，他没杀人，那你怎么就不信了呢？大胆！启禀皇上，那平南王妃无凭无据的，硬是要栽赃黄天霸杀了他的侄子。再说了，他那个侄子当街调戏民女，这黄天霸他也是在惩奸恶人呢。好，如果你们说黄天霸没有杀死王妃的侄子，那么证据呢？哎呀，皇上，那平南王妃说黄天霸杀了他的侄子，那有什么证据啊？他说他的侄子是被幽冥掌所杀。皇上，那黄天霸也是被幽冥掌。